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《泰晤会卷抢先体验》。目前它还在抢先体验版中啊，目前需要这些抢先体验版，这些我玩过太多抢先体验版的游戏了，所以也不需要跟大家讲什么很多，反正它就是有很多东西会在开启就对了。泰晤演武短片剧情。先来看一下这个泰晤演武好了，目前是 Beta V0.13 版的、Beta 版本。好了好了，泰晤演武，泰晤演武会将分为六个短章节哦，才能开启，便能开启自由模式。我们先试玩一下泰晤演武好了。其一，深入谷，踏坏马蹄，灯火窑。只是在教我如何走动而已吧。义父，等等我啊！新换这个，继续。义父，他就叫义父哎，义父没有名字，就叫义父。傻丫头，还不快跟上！你这一路上，东闯西窜，竟会耽误时间，可叫义父好等。哇哦，嘿嘿，义父你脚力过人，才让我觉得我慢。哦，嘿，那是自然。如你义父这般轻功，天下能有几人有？可且莫跟义父说笑，这燕轩谷地势奇险，又藏伏着厉害的方术，方可谨慎小心。快点跟上吧，得时时警刻小心。所以，这个是我的名字叫幻心嘛？义父以传音入密之法跟我说，声音虽然近在咫尺，但想必他人与数里之外。不错，义父说话当中有空阔感，感觉前方一定是原啊，他们不在一起哦，他们用传音入密，哇，这么高端的技巧哦，定是身在前方原野中，我们便过去吧。这款游戏我刚才有讲吗？这款游戏是一款武侠开放武侠游戏。那个废话不要多说，大家慢慢看，大家会大概懂一下。它也没有什么华丽的画面，或是怎么样。这里有胶，移动到此，好，我们移动过来了。环顾四周，未见义父身影，这可奇怪了。是义父竟不在原野中，义父你在哪？半晌之后再传音，你花了许多功夫才寻找到义父先前和你说话的方法。义父等得不耐烦，早已走远了。义父，你的好赖皮，道路又熟，轻功又好，我哪里追得上？这怪不得义父，义父将唯一的马儿给你骑了。你若自己弃马不成，而跟着马儿到处觅草闲游，又岂能落于师父身后如此之远？你说什么？马儿那样瘦，我不忍骑他。不能骑马儿，是你心肠太少，要不然义父也不会带你来谷中。眼下眼色有变，马儿吃饱了，赶紧入城吧。想来马儿也会感激你的好心，也十分乐意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别走远了，所以可以骑瘦马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古道西风瘦马。有瘦马在这哎，马儿马儿，我身子虽轻，还是不免让你劳累一番。待追上义父，叫他亲自拔草给你吃，你说好不好？瘦马点点头，显得格外欢快。继续，所以我们要去移动消耗，每一次移动消耗会消耗可用时间，本月份可用时间显示在哪里？显示在这个上面，显示时间，本月份可用时间只剩一格哎。不同的地点移动也需要耗费不同的时间。开始点击头像，装备瘦马，装备界面。所以这一个装备界面，我们要装备瘦马。哦，有了。好，关闭教程。哇，要上你的马背，射了脖子，马儿马儿要辛苦你了，继续前行。所以我们要移动到此，寻找义父，装备了瘦马，只需要移动一点。驱马，马儿虽瘦，愿卖力尽死，愿卖死力，急奔，迅速哎，想不到、
加上此股浓烟渐大，你玩心大盛，索性站在马背上，一时沉云而飞，心中有说不出的畅快，很快峰回路转，不料奔至义父身前。义父，哎呦妈，跑信了，我控制不住他。哈，只听义父一声大笑，飞身拉住了瘦马的缰绳，也不得他发力，瘦马便凌空而起，又稳稳的落回地面。什么鬼东西啊？你与瘦马奔驰猝然而死，丝毫未损。义父尽手楼尽力，令你钦佩不已。妙手一运太极，太极一运化乌有，义父便当是无极尽啊！武当的无极尽哎。义父七日前被随口语说过，你便记得，哈哈哈！不忘老夫尽心力带你拔山入谷。义父说着，开心的将你抱下马来。嘿嘿，义父常说，心儿千载难逢的奇武学奇才。哎，我是武学奇才哦，心儿，不错，你资质万中无一啊。然而玉不琢不成器，往后数十年你要在谷中修炼，枉费资质数十年。义父，你真的要在我在谷中修炼数十年，头发也变白了吗？心儿啊，你与义父仇敌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尽管你尽得义父与扶余剑的争团之前，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看来你一踏出谷，失去了这燕轩谷对你的庇护，便招致杀身之祸，你可要牢牢记住。心儿听义父的话便是了，所以我们出不去了。哦，看入谷山清水秀，在这便修结庐而居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义父，我想要修驾千秋，秋千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耶，修个秋千是不是？还要修个花圃，不过自然还是要练功房。呸，傻丫头，言不由衷，嘿嘿。看来我之后就要在谷内度过了。世上的灯花、画舫，还有戏影、彩丝都看不到了。深入谷中，踏马蹄，灯火摇，其一玩。哇，所以前面这几章其实就是引导模式嘛。啊，我引导模式光念这些剧情，就念掉一半的时间嘞。我们要来第二章哦，采集建造，嘎吱嘎吱，义父推开了义父的门，不料木人装置在前面。木人，诶，这是何物？鼎器，不足不能驱动双臂，左足成冠，右足多于右足变形。哇，念念道，随后将由木人搬到墙角，自顾自的沉思起来，整天在那边叫心儿砍树填土，自个在房里玩木人木偶，佯装大哭。所以我可以打木人装了吗？虽然你佯哭，但一想数十天来的确是一个人辛辛苦苦修建竹炉，不由得真的有点委屈起来。义父听到你的哭声，才由木从人身上回神，猛猛走到你的面前，擦拭你身上的污泥。心儿，莫哭，这木人不是拿来玩乐的。你义父说着，拿出一个破烂的秘籍。你瞧，义父说，这本书乃是入谷之前义父自有所证，当中言之凿凿，巧工做木人，手足俱齐全，以热血七星，哇，这个有够难念，以真力灌顶，能执剑，能投石，恍如有身。若能如法炮制，将来谷中便有木人陪心儿练功，便不怕心儿寂寞了。嘿嘿，原来义父是为我做木人啊，破涕为笑。傻丫头，你又哭又笑不坏少啊，木人对你有益，取中好处，可以防范野兽，二来御外敌。你回来在那木头间翻来翻去找了半天，却摇头叹息，陷入了困境。聪明伶俐的你看出义父手中并无称心如意的良才可用，不打扰义父，稍稍离开。义父潜心做木人，连手中有无用的材料也不全不顾上，
我记得捡野菜时看到竹炉北边有一个茂密的竹林，壁中并有梁木，我去替义父采一些回来吧。茂密的竹林，左边有茂密的竹林，左边是指这边的意思哦，这边叫左边，这边叫右边，那这个叫下面，这个叫上面，是这样说吗？这样说，这样说吗？移动到此，选择采集，采集砍伐木料。哎，哇！砍到了，我什么七凤梧桐，哇，珍贵材料哎，我砍到了，呵呵，梧桐木好漂亮哦，怪不得师傅说凤凰非梧桐不栖。若我能将这些梧桐木送给义父，义父定然直喊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好心儿啊！天下第一好心儿，欢喜的抱起梧桐木。哎呀，正抱起梧桐木，你掌中一阵剧痛，原来是梧桐木上的尖刺戳破你的手掌。虽然你反应奇怪，伤口并不大，但仍能流出许多鲜血。小木头真莫气恼，我师父的手艺超高，一定比你打造的比现在美上数十倍。哎，换心血梧桐，哇哦！你拿出了简单的手帕，包扎了伤口，负起了采到的木材，折返，自来路折返。所以我要回到草寮了。这个来了，回来了。你背着木材回到竹炉，远远望见，义父瘦长的身影矗立在竹炉外。义父，你看我那里带了什么好木材回来？你唤师父，岂料师父没有回应，连身子也未动一下。你心知有意，急忙即刻跑到义父身前，只见义父头顶升起丝丝白烟，双手缠绕20根银白、雪白的细丝顶头，盯着与木头人相连。义父这是何故？心儿莫慌。义父依照此仙毛将真力灌注于木头人之中，哪料一时疏忽受了此物，竟致真气外泄，故动弹不得。你速速削至12只9寸长竹刺，刺一下，哇，这要刺血脉是不是？哎，他只说一二。这个两个而已，不是要刺十二个吗？义父说完，气喘吁吁，已无比疲累。义父，我这继续就是要处置。急奔草庐，草庐仓库内有工具箱，剩下的青竹片。义父，你撑着，我削竹刺替你脱险。削至进到里面，竹炉，我进到竹炉，醋肠，削什么？削青竹片。这个青竹片好了，我把青竹片和工具箱都带出来了，然后开始制木，这个要用到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拖曳至上面，然后投入资源，计划投入资源，开始制造。是否制造？是的。噔噔噔，竹制真夹完成啊！我不是要做这个哦、啊。哦哦，我要做这个啦，12只青竹刺。哦，有了，12只青竹刺。哇，我会制造了，削出12只青竹刺。你飞快的削完了，负极冲出竹炉，只见义父额头冒汗，已经摇摇欲坠。盖华、玉堂、坛中、中庭俱缺。哦，赶快！哇，义父，依你所言，刺中了以下12个任脉大穴，普刺完。义父就没事了，只是此刻你心生恐惧，不由得泪如雨下，直扑到义父怀中。义父，你别死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义父轻轻的帮你拭去了泪，好孩子，看来今天日子不佳，怎么叫你我的好心儿连哭两次呢？哈哈哈！听到义父慈祥的声音，就逐开笑颜了。都怪那神秘的秘本，我便去烧毁它。心儿且慢，此事并非秘本之过。说说，缓缓转身，向那木头人做到，咆哮的拳，阁下何方神圣，欲夺我真气，陷害于我？哎，木人，
木人已经蒸气，已经可以动了吗？竹炉户，青泥描眉亦欢笑其二丸。哇，那么多写诗写词哎，连标题都这么有诗意，我看你们要怎么翻成英文？这个你要怎么翻成英文？斩鳖竹，利气法其荡魔妖。这个你要怎么翻成英文？要战斗了！阁下何方神圣，欲夺我真气，陷害于我？师父坐向端地的木人道，你见那木人动也不动，不禁为义父担心起来。义父最新秘本，方才又遭真气外泄之祸，莫非伤了心智？当你心生疑虑之时，木人站了起来，咔嚓一笑，哈，哇，木人真的会动嘞，哈哈，是老夫棋差一着，想不到小女娃归来这般的快啊！木人开口道，声音好像是木片相及，猜猜老夫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你望望妇人，望望义父，险些以为自己在梦中望向义父。这太诡异了吧？木人也会动哎，木人没有操控，竟然自己走了起来。阴者化虚空，阳者化为神，一世而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义父缓缓说道，每一句，那木人便咯嚓一笑，颇为得意。只不过义父顿了一下，语气忽转，只不过阁下道行虽深，得修却令人不敢恭维，恐怕是修仙未成反类鬼，脱身于物不成形也。望向木人，孤魂野鬼，好一个登身未全反类鬼，脱身于物不成形。那木人听罢也不动怒，只抬起木爪抓往额下摸去。哇，摸下巴哦，那个将轴胡子的样子。义父，莫非这只是借尸还魂的老妖怪？小娃，你懂什么？转过身继续和义父说道，老夫寄身于秘本已久，只盼秘本制造出能还神于躯壳，可惜那个秘本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成器，倒是你这个来路不明的小铁匠终于悟到了其中奥妙。呵呵，莫非老公老夫还神心切，还真的舍不得就将你废了。这样吧，速速将你一身真气渡给老夫，好让老夫重塑元神。便放了小女娃一条生路。呸呸呸，老妖怪大言不惭，不如求我义父放你一条生路。你愤然直岔，不料话未落，义父已倒地，你大惊失色，赶忙去搀扶义父盘坐于地。木人见状负手而立，哈哈大笑，想不到义父受伤如此之重，怪不得老妖怪有恃无恐。要打架了，要打架了。那个教学模式的剧情就如此之厚重，让我也非常的讶异哦，如此之厚重。要挡莫要挡道，快向老夫磕三个响头，换老夫于仙宫。会说话的木人，从此逃命去吧。什么邪魔歪道的妖怪啊，自称仙宫，不用我义父绝招便把你打回原形。我要跟他打架了，那我要怎么打啊？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二战这个都不能按嘛，那二战开始，我们要怎么二战？星儿啊，莫作声，现在你正要与徐仙宫相斗，你怎么已经叫他仙宫了？义父忽然传音录音对你说话，徐仙宫古怪莫测，你需要沉着对付。义父对此木人之时，木人双腿有重大缺陷。至此木人，你伺机开合剑术攻他下盘。你不动声色的听到师父的指点，心中立刻意会，思想如何克敌。开合剑术，这是我与敌人当前距离为7，接下来请设定为目标距离为4，继续战斗。通过拖动设定目标距离，拖动来4，慢慢的靠近，
靠近敌人，有没有？老妖怪手中并无兵器，我手持长剑，以长攻短，让他保持距离，伺机攻击他双足，靠近喽。你在敌人攻击范围，不在你攻击范围的3到3.5之内，因此你无法攻击敌人。设定好攻击距离之后，你就朝攻击目标移动，按下空白键靠近。好了，我们靠近了。哦，靠近了，有五了，四。我与他距离相距不过数十尺，当可以出剑探思徐虚实，要出剑咯，是用这个吗？出剑，出剑探虚实，这个吧。普通攻击，由于你的距离为四，攻击距离3到3.5之内，在轮盘转动，哦，四次按下空白键，开始攻击，这个吗？撩，哦，暂停，按下就暂停，撩，他拆招哎，哇，闪避，你连攻三剑，不料都被徐仙公化解，糟了糟了糟了。撩跟刺接招化解，那开合之术便使不出来，如何是好？老夫，小娃儿功力虽浅，剑士道理很明利。不过，嘿嘿，虽然老夫这份熏合移动起来有很多不便，但以老夫的眼力，凭以那微末的招数，还又记得的用。哼，老妖怪休得猖狂！看剑，还有这么强哦！一声那么轻叉。挺剑再次一挥剑，你的剑锋一转，又刺在空外，螳臂挡车，右手变成爪，便来到你用完的动脉上了。不好！哎呦哎呦，义父教我了，弓腰横剑劈他右肘。此时不啊，说到传音，你无暇思考，立即作为剑横劈了过去，劈的时间方位无不恰到好处。妙到颠毫，徐仙公果然速而收手，机不可失，看准双腿连劈三剑。哇哦，连劈三剑，劈劈劈，我有以剑化刀，使斩鳖刀法，义父高道，这已经不是传音录音，这已经不是音传录密了，哎，直接大叫哦。徐仙公惊闻大吃一惊，左足一个浪杖，双腿破绽尽现，斩鳖刀法，哎，跑完了，哎，我要死了，我斩鳖刀法没打出来吗？有了，十成斩鳖刀法，赢了，哇，经验实战加五，科林之战加五，林诺武学负十。出生之赌加50，历练71，胜。哇，欸，其实光看故事就很像在看武侠小说，好像也不错欸。老妖怪你输了，你的一套斩鳖刀法尚未使完，徐仙公的胸口已受创，双足既断，鬼叫一声倒在地里。你明知剑下乃是一个木人，但不禁心生怜悯，最后一下仍不肯 劈下去，很痛吗？老妖怪活该，看你，看我如何义父如何处置你。木头自然是不会痛啊，小娃莫名其妙，老夫这次轻敌，小娃剑固然锋利，小铁匠更是应变无方，哈哈哈，嘿嘿嘿，了不起了不起，应变无方。什么小铁匠？你讨我师父便宜吗？心儿莫信他多言，莫与他多言，是义父。但这个老妖怪是人非人，是物非物，该如何处置？如何处置？笑话！你们凡夫俗子又能奈老夫何？老夫化为 神仙化身，纵使躯壳被毁，不出三日又能重聚灵神，报仇雪恨。徐仙公说，边说边抓地上的梧桐木，不断的往木人的伤口上和拼接，呸呸呸啊！抓起地上的梧桐木，哎，啊呸呸呸！老妖怪胡吹大气，
但是我要采点师傅的梧桐木，你怎么可以不问自取？星儿，你到义父这来，由徐仙公自便罢了。等我无良将，侧将徐先生的驱灭，但两日之后我员工恢复，徐仙公想再杀害我们父女俩也没这么容易哦。义父淡淡的说道。徐仙公只是坐而不闻，独自修复残躯啊。回到义父身旁，义父你上下打完问道，星儿，徐仙公手上那个木头怎么会沾有血迹？你哪里受伤了？你闻笑笑垫了一个脚一圈，师父莫担心，那个血迹是我砍木头，得木头刺到的。原来如此，乃是天意啊。师父意味深长的点点头，勉强站起身子后，缓缓的走向徐仙公前面，对徐仙公说道：这处，穷药，你装作不对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此言一出，你与徐仙公都不禁惊呼：哎，惊呼什么？不会把这个腰收了吧？哇，好有趣哦。